5万块钱，嗯，玫瑰网的会员费，相亲的。你相亲花5万块钱，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？古桥。 吓我一跳！那喝点。你不生我气了？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当然不是了。对啊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再说了，你是我的债主，哪敢跟我的债主生气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高兴？哼！今天我被 SPA 馆录取了。是吗？怎么通过的？我跟你说。 我呀，就这往那一站，那气势，瞬间把他们震慑住。他们当时啥话也没说，然后接下来就马上跟我说，明天就来上班吗？哎呀，我们古桥就是棒。嗯，这是金子，到哪儿都会发光。来，庆祝我面试顺利，成功迈出第一步。哎，等等。嗯。 他们有没有说你什么时候转正？转正的标准是什么？转正前的业绩分成是多少？在这种庆祝时刻，不要在意这些小的细节。嗯，那我就祝你早日成为销售冠军。嗯，我看你今天心情也不错，是吗？嗯，我花了5万块钱，准备找男朋友。 5万块钱，嗯，玫瑰网的会员费，相亲的。你相亲花5万块钱，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随便下载个 APP 都可以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看视频发个弹幕都能找男朋友，你怎么花那么多钱啊？时间就是最昂贵的成本，这让红娘先筛选一变，就是变相节省成本。哎，我说你这要找着男朋友，肯定得让他给你报销，5万块钱你也真舍得。 舍不得有什么办法啊？是你说的，这棵铁树啊，该开花了。你这5万块钱，我跟你说，都能搞一棵金树了。哎呦，现在的人真会挣钱，介绍对象都能赚钱。